们的仙气感女神，那同时呢也是我们的 JVID 代言人，下午会有她的专访活动，一样也有机会抽到互动哦。耶，先扛住，我们看一下中间摄影大哥。那么给右边的朋友们一些小福利，好，帮我看向左边的镜头，好，那接下来要登场的下一位 model 是飘飘，少女，那同时也是我们的 JVID 代言人。好，那飘飘可以帮我往前，来帮我看一下中间摄影大哥，看一下我们官方摄影大哥的镜头。好，那接着帮我看一下右边的镜头。接着，请帮我看一下。镜头，啊，今天的刺青若隐若现哦。好了，那我们请两位代言人一起合照一张。好，帮我先看一下中间官方摄影大哥的镜头。看一下动态摄影大哥的镜头。你在干嘛？椅子裂开了。椅子裂开了。好，那接着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。三个。来，请。大家好，我是晨晨。没了。我们心里不多话。大家好，我是飘哥。飘哥，来，你介绍一下你们的摊位吗？我们的摊位在 B 二，在后面那边 CP 那边。对啊，有贩售什么东西吗？我们两个的 CP 鞋跟还有一些周边的。哦，那今天你穿的这件衣服上面是？他自己。哦，经常有贩售吗？晨晨。他是晨晨，你也是晨晨，好。有都有贩售，然后有两件不同的款式，然后都是数量不多。数量不多，大家要抢要快哦，大家要抢要快哦。欢迎跟我穿情侣装哦。哇，今天穿情侣装赚到哎！好的，那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来谢谢他们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邀请上台的。